我辞职。余总，你根本不想再看见我，你只是担心你要求我辞职会再惹非议，不是吗？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我的错，造成了困扰，我很抱歉。您不用为难，我等一下就发辞职申请。我说让你休假，意思就是让你休假，你做什么过分解读？ 20天假，消失20天，舆论自然就会消下去。我还给你发工资，这么处理有问题吗？我不在乎公司的人怎么看我，我只在乎你的想法，我只在乎你是不是能相信我，是不是还想再看见我。你就不能先理性一点吗？我的理性就是立刻辞职。我不会逼的。为什么不批？你看着我会困扰，我看着你也会困扰。我都没困扰，你困扰什么呀？